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凭什么要跟别人商量？凭什么？进关之后，朝廷上下都有个说法，我都听腻了。大家都说，千百年来，王朝更替，弄得汉人都没了血性。我就是不信，汉人有这么好的文章，有这么好的礼乐，有这么好的江山，怎么会独独没了血性？谢天谢地，总算让我碰到一个。你碰到了一个笨蛋，要不然你不会直着坐在这里。你太放肆了。能不能告诉我，汉人为什么没了血性？因为有血性的人都被杀光了。哦，被谁杀了？被敌人杀了一半，另一半被自己人杀了。说得不错，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更应该明白朱明王朝覆灭的因由，为什么还要赴死呢？看样子你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你还得杀人，杀那些有血性的人。杀吧，大明朝昨日的不幸也必是你大清国来日的下场。说得不错。哎，这家伙说的有几分道理？道理明摆在这儿，这要看怎么说了，要看谁来说。乔百年啊，你出身明朝世家，难舍故国之情，这也在所难免。可是明朝这条烂船，是让你们这帮败家子儿给凿沉，在这点上你和你的父亲都脱不了干系。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诅咒我大清国？我大清国八旗豪杰，志向高远，铁蹄踏遍天下，万里无敌。要说血性，这才叫血性。乔百年，你算什么有血性？你只是从崇祯棺材里飞出来的一只苍蝇，你嗡嗡乱叫，只有找死！王八蛋！皇上，不用跟他计较，他是阶下囚，
不用计较，皇上，也没什么新鲜的了。您想看新鲜的，想看看谁胆子这么大。其实，就是这么个东西，不值得一审。皇上，您弃甲回宫吧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孙敬晨，让我揍死你！让他说。 你说，哼！为了一条辫子，为了一条猪尾巴，你们杀了多少人？大清国不遭报应，天理不容！闭嘴！我就是下地狱，我也要变成一条厉鬼，爬起来找你算账。哎，说出来！爱新觉罗府林，我杀不了你。走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！ 你又听见什么了？哭得真惨，我都听见了。可是这次不是你儿子在哭，是你父亲在哭。你听见了吗？ 启禀景贵人，乾清宫旨是大蜡公公求见。大禄，给景妃，给景贵人请安。你哭个什么劲儿？快说，老爷子到底怎么样了？老爷子这会儿恐怕悬了。你们赶快找人吧！啊，你们赶快找人想办法。景贵人，你赶快去找太后求情吧。你还有什么话？ 要带给老爷子，我找人想办法替你带过去。您快说呀！要不就来不及了，老爷子想听，恐怕都来不及。你咋唬个什么劲儿？看你把景贵人吓的！我就不信他能要了老爷子的命。大老五，你去告诉安老爷子，就说是景贵人说的。 让他该吃的吃了，该睡的睡了。月亮头顶上挂着呢，他是皇上的老丈人。明儿个，太阳爬起来的时候，他还是皇上的老丈人。去，快去！这，行了，有孩子和老子在哭就可以了。 你闭嘴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奉皇太后懿旨，敬妃娘娘不得离宫。那你一个人去吧，照我说的办。别哼哼唧唧的，就知道哭。你要说话。 你要像疯子一样跟他们大喊大叫，你得死给他们看，跟真的一样，听见了没有？快去吧。等等，别到皇太后那儿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差点忘了她是什么人呢。去找她也没有用。你去承乾宫找贵妃去。对，就找。 把你的话和你的眼泪都合在一块甩给他，让他看着办吧。他不会让你失望的，除非他是个假善人。他要是假善人，慈宁宫可就有伴儿了。快去吧。 你们以为我真想出去啊？我出去干什么？从这儿踏出半步都让我觉得恶心。不刮风，我都能闻见他们的臭味、馊味跟酸味。呸！别让我吐出来。
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求见。怎么回事？子时都过了，怎么还不睡？您不也没睡吗？下去吧。这，你看你身子不便，不早点歇息，还这样跑来跑去的。已经来了，你还硬要赶我回去吗？我待会儿再赶你走。来，你一定有什么事儿，说吧。说完了，马上赶紧走。景贵人，他刚刚来过我的宫里。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必遭惩处。逃，是逃不掉的。朝廷已经对外封锁了消息，一旦传出去，民心生变不说。八旗上上下下群情激愤，到那个时候，万劫不复的何止是他的父亲？那要惩处，会是怎样的惩处呢？家产不会全数即没，景贵人也不会出宫。至于他的父亲，去宁古塔了子残生，总是免不了的。他担心的不是流放，他担心他父亲会不会就此丢了性命。他想哪去了？就算有人一心要杀他，他也该杀。我会答应吗？即便是我要杀他，你会答应吗？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跟我说实话，你给景贵人许了什么愿？我不说，您不也知道吗？还好你和孩子安然无恙，但凡有一点闪失，我会把所有人都杀了，你信不信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您不如先把您自己杀了。我说着玩呢。哎，不过你倒真提醒我了。您指什么？你们一旦有什么不测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不许乱说。您太累了，眼圈都是黑的。哎，只要前方有好消息，再累一些也无妨。你看，帝都啊，先在吴江大捷，然后在惠安又重创了郑成功的嫡系，这家伙干得真不错。还有这个，残民勇力的部将啊，自己跟自己打了起来。孙可望啊，袭击了李定国在滇北的营地。还有，在哪儿呢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像个孩子。你取笑我？你敢再说一遍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，您就像个孩子，里里外外的都像。再这么说，朕可不客气了。您不客气又怎么样？唉，我能怎么样？你我能怎样？我告诉你我能怎样，我要带你跳到海里去，去尝尝海水是什么滋味。我要带你出去，去见识见识我们满洲的白山和黑水。我要带你回杭州，
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水土养育了你。我要感谢上苍，让我有了这么好的女人。臣以为安八度受骗于人，险些酿成大祸，但是罪不至于死，如果与行刺者一相并论，恐怕有失公理。亲王所言，臣断难苟同。索大人，说说你的意思吧。安八度身为猎场的巡防官，理应对隐秘事端明察秋毫，但他对刺客的蛛丝马迹置若罔闻，险些造成天崩地陷之祸，因此理当诛之，否则无以慰藉圣上，也无以昭示天下。鳌拜。臣在。你的意思呢？臣和索大人同感，安八度身为皇上的姻亲，处置起来当慎之又慎。安亲王，现在站在你这边的人多，还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人多呢？臣孤掌难鸣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祖宗的老规矩不能破。这次他们行刺是败了，就当他们是做成的来处置，就当这天塌下来了，砸着了谁就是谁，哪怕他就是皇亲国戚。您谁都问过了，就是不问问我是什么意思。我不问都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还要问？那既然我的意思无足轻重，我何必坐在那张龙椅上装模作样？慈宁宫漂亮的摆设有的是，您这儿不缺一具行尸走肉。福临，你是真的不明白额娘的意思是吗？我不想杀他，您一心要杀了他，这没什么不明白。皇上，我不想喝。额娘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随您的意思。秦朝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，我不管你愿意和不愿意，这件事情得按我的意思去办。您是皇上，如果我让你受委屈了，那就随你的便；如果你不想受委屈，那就等我死了以后再说。现在说起来真是笑话，李自成的旧将扮演成跳大神的在太行山里猫着呢，你的知府大人把人接回家里边去认干爹做幕僚，一个安八度就误了你这么多的事情。如果100个酒鬼1000个糊涂虫再误你的事情，那咱们大清国就得卷着铺盖卷滚蛋了。额娘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杀他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必须警告世人，敌人就在身边，就在屋檐底下。如果哪个畜生想让敌人来钻了空子，那朝廷就要他的脑袋。一个皇亲国戚脑袋说掉就掉了，我看哪个脖子硬的还敢糊弄你，糊弄咱们大清国。福临，额娘知道你善根难断，下不去这个手。额娘也知道你有宽厚仁义之心。
你又很在乎那个名声，这没什么不好的。其实该说的不用你说，该做的不用你做，额娘不在乎。额娘会替你脏了这只手。过年了，过年了。一出大门我圆了一把那山，双手手办案我杀不了个马丁丁可爱痛灵灵笑。打了你看，哎呀，这皇上赏我的酒都喝不完，你咋还给我送酒呢？真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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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大老公公请坐，嘿嘿嘿，哎，请。哎，啊，这是景贵人让我给你拿来的。这孩子，这瞎花钱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咱俩今天得好好划两拳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尝尝这酒怎么样啊？尝尝。嘿，喝呀！啊，这酒不赖。那是，皇上舍不得喝，赏给我喝的。哎呀，今天我给你倒一杯景贵人的酒吧。不，这酒咱不喝，咱呐留着回家喝。你瞧你瞧，今天也不知怎么了，这帮小子啊，弄了这么多的好菜，我一个也吃不了啊。你呀就帮我吃啊，你帮我吃，帮我吃。来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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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啊。啊，怎么了啊？回家啊？你回哪个家呀？你回不了家了，您得回你姥姥家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回不了自个儿的家了。他们要宰我了。他们要宰我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被他们宰了。什么话让我带给秦贵人，你就快说吧。啊，还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带吧，狗带吧，他们要杀我，他们要杀我。老爷，不，我得赶紧吃，我得赶紧吃。你吃这个啊，你吃这个，你吃。
你们赶紧吃，再不吃就是下辈子的事了。你就放心的走吧，老爷子啊，你的老伴儿我帮你照顾啊。没事，我这一次我老伴也活不了了，我前脚下地狱，他后脚就得跟来，还不着急。那您的后事你就放心吧，老太太要是害怕我去给你收尸去啊。大老虎，我求你件事。你说，我要是那天被砍，你哪儿都别去啊！记住，哪儿都别去。从菜市口十分棋盘街到西河沿找裁缝刘，找他干什么？找他把我的脑袋给我缝回来呀！他手艺好啊，啊！财政的，对，大南边来的那两个，宰的两个，那两个奸细，就是他给缝的，哎呦，严丝合缝的，两个肉窟窿接在一起，就跟没缝过家似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别弄错了，千万别把姓乔的那个脑袋给我缝上啊！啊，你放心，你的脖子多憨啊，错不了。你说姓乔那小子，我说你干嘛这么害我？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和满洲人没带姥姥的。你说我家八辈都是穷光蛋，好不容易到我这儿发了啊！你说他恨我，他撑着口袋往里头装我。老爷子，我了，老爷子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老爷子。你这口气我替你出，我让裁缝刘把那乔百年的脑袋缝到腿肚子上去。对，缝到腿肚子上，不，不缝腿肚子上，把他脑袋缝在后腰上。后腰上，后腰上，后腰上。来，干，干。哦，老爷子，哎，这个是景贵人刚才我来的时候要烧给你的，说是你原来给他买的胭脂，说是你带上就算是闺女陪你上路，你拿着吧，啊，你拿着吧。傻丫头，爹给你是要让你打扮的漂亮点，招待皇上喜欢，是让你抹嘴唇，现在抹鼻子上也没用。傻丫头，你就是抹的一股胆子也没用啊。你是干什么，老爷子？干什么啊？明天我不就要上路了吗？我打扮的俊一点，好好的给乡亲们唱一出。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大老虎，你哭着呢，笑大了。小时候在棋盘街要饭的时候，没少吃我的烙饼。那时内务府选太监，你小子还不愿意去，
要不是我给你指条明道，挨了这一刀，你怎么能享这么大福？你提这事都怨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能挨那一刀吗？该有的没有了，我都后悔死了，我都。小子，地下不沾这刀，你他妈能那么踏踏实实做奴才吗？要是这儿沾了一刀，你想做奴才都做不成。小子，知足吧。一戳大蟒，我要了一把伤，双手手放啊，我杀不了个马，马蹄蹄起来，哎，痛凉凉长呀，你把妹妹我的心呀，心就伤。20年后，我要是一条好汉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好汉做事没名扬。皇上万岁，金贵人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阎王爷索命来了，听见了没有？老爷子不想走。蹲在地上哭呢。像娘们儿一样。他答应我了。答应什么？嘴上答应，心里答应了吗？他答应我去找皇上。他答应了。找皇上干嘛？读书、写字儿、唱小曲儿。我敢说，俩人现在一定在跟这个手拉着手，看着月亮念诗呢。皇上以前拉过你的手吗？跟他一样。他可从来就没拉过我的手。我一碰他，他就躲开，说我的手冰凉凉的。他不摸我的手，我的手当然是冰凉凉的了。我的手多干净啊，可是他从来都不拉我。谁死，就轮到谁了。能不能告诉我，谁该死，谁不该死？我们还正想问您呢，您告诉我们吧。我只能告诉你，
不该死的死了，该死的不死，早就该死的，他就是不死，他不死。谁？你说谁？你心里清楚，皇太妃，夜深了，你回去睡吧，别急着赶我走。你们孤单，我也孤单。安巴杜死了，有你为他哭泣，我要是死了，谁肯为我一哭？没有人了。额娘，您也太小看我了，您疼过我，要是您不介意，我哭给您听。那要是我先死在您前头了呢？我哭你。人家那儿要生了，接生的嬷嬷到承乾宫候着去了，我儿子的福晋要给皇上生孩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也孤单，我的孩子在九泉之下，你们的孩子在哪儿啊？吴云珠是皇上的女人，你们也是。老天爷都闹不明白，你们肚子里的龙种都到哪儿去了？额娘，您的话我不明白，想弄明白吗？明白了吗？
额娘，你是恨不得杀了他，跟我们说笑话对吗？笑话，孩子，我把自己一眨眼死了，把这笑话带走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你是恨不得杀了他，跟我们说笑话。你是恨不得杀了他，跟我们说笑话的。杀了他，跟你们说这些，我恨不得杀了我自己。列祖列宗保佑，先帝保佑，保佑我心爱的女人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。不该死的死了，该死的不死。来去之间，重重叠叠，
云中梦中不见天堑，苍茫人生古来阴晴圆缺，爱过恨过灵犀依然不绝，笑声伴泪水奔流年年月月，此生悲喜难决。但愿风雨路上独行雁，你如花我如夜，如泣如诉我是飘零烟，此去又相恋，来生相逢珠泪难掩。但愿风雨路上独行雁，你如花我如夜，如泣如诉我是飘零烟，此去又相别，来生相逢